新春团拜的第一天呢，新北市长朱立伦呢特别带领的行政团队来到新北市议会进行团拜。那么在致辞的时候呢，他也表示哦，希望这个新的一年呢，议会的这个议事和谐顺顺利利，同时也祝大家呢这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羊年行大运。新春开工，新北市长朱立伦率领行政团队到新北市议会进行团拜。他在致辞时表示，希望议会能够议事和谐，让大家在羊年都非常顺利，并祝福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羊年行大运。希望我们大家这个议政和谐啊，让我们这个羊年都能够非常的顺利。羊年羊是非常和气的啊，和气啊，家和万事兴。这些人台湾人都知道，我们一定要家和万事兴，我们共同和，而且要合作的和，因为羊也是讲究团队精神，我们大家共同合作，我相信我们府会共同为新北市民来打拼。新北市议会议长蒋根煌除了和议会同仁互道恭喜外，并发送红包感谢大家的努力，希望新的一年也能够和乐融融，一切平安顺利。今天是我们议会新春团拜了，啊！祝杨家乐一挂好朋友哦，大家羊年行大，心想事成。哎，祝我们新北市能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事事如意、百事有金。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在新春团拜的最后，新北市议会蒋议长也为全新北市民祝福，期盼新的一年刚开始，人人都能拥有更幸福的一年。永嘉的新闻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